怎么是敌军还有维克托上单啊？碾碎他们。带我一个，等我一会儿。这维克托还出萃取，我们截他一下子啊，别让他走，截他，去截他。我抠你。没事，回去也不丢兵。血钻白耗他一波。抠你！吃个药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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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闪现平 A， 还敢出萃取？封印，好像是有点小无敌了，兄弟们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让我抠一下，哟，这都能踢到我！你说你又咋不死？你老追什么呢？刚出门就给我打回家了，简直是 fuck you 啊！我能吃到这经验就行，没吃到，少了一个爆珠经验。
你不补兵吗？你远程英雄你怕啥呀？你上来抠我呀？你他妈玩个维克多圣的哈，这么怂，怂个屁！你快点上来！好像是有那个大病，让我抠一下。再让我抠一下，不行了，抠不过他。全卖了，15块钱。抠有盾，抠不过他，我抠不过他，他都不敢抠。我们得等六，而且我都没带魔抗，啊，他也没带魔抗，我都不知道我打着维克多，我寻思我打亚索。要我抠一下，我拍地板走了。你他奶奶的！我去！我去！我去！谁让你走？两层塔皮，你咋的？哎呀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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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！哎呀！真吓人呐！搁那一啥呢？要一自己家小兵啊！这人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明白没？语言是神志不清了，兄弟。感觉说话不应该那么大声。万一哪个广场上面呢，大屏幕放的是我的直播，我咔嚓给他来一嗓子，那些老头老太太估计可能得吓够呛了。3秒，2秒，1秒，是
你在家都不敢大声卖话。冬奥会大屏幕正在换口子，那倒不能，冬奥会可能没几个印。但我现在出去洗澡还老能有人印出来。哎呀，你消不消化的？我走了。我觉得可能是我这头发有点显眼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按摩还是洗浴？那肯定是按摩加洗浴。不正规的，哪那么多不正规的，都是正规的。差没死掉，哎，这虚弱还挺耽误事啊。下波再杀吧。加了，暗夜收割者了。亚索去下了。现在我们是十级，你说我是继续杀维克多还是继续杀？他们是看不见有人下去了，这不瞅着有人下去了吗？这螳螂应该是够呛的，一个踢。哟，我来了，等会儿啊，别着急。好，小驴人来了。鲨鱼，没大呀，兄弟，打个猴吧。我以为你要给我呢。啊！我给个大嘴巴子，你还敢不死？拍地板接个抠，哎呀，挺流畅啊。来个爆裂魔杖吧，我想要一个美甲窃魂卷，买不起。对面那 ADC 太便宜了。问你为什么不打亚索？你玩我玩，你哪那么多话？我乐意打还打谁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事儿还不少。
这石头人要是你玩的，你可以问问我。啊，你我问我，那不对呀，那不是这矛盾了这。你就不应该问。